看你不爽很久了。其实也可以考虑直接弱下掉这只，因为这个大概要这个可能会打超过三点伤害。别想欺负我！还是东优烈，或是东优蛋蛋之类的。偷偷告诉你，我有沉默，看姿势啊，姿势无法拯救。真相就在死亡之中。有点困难。无尽的胜利开始吧。这武三还活着哦。嘲讽还是不要嘲讽，看起来是嘲讽。生命的循环终结。我们要行陨术。我们要找时间下红龙。没有围墙拦得住我。不。
呀，哦，因为这张关系。这样其实对他的中优不好。我带来生命，瘟疫和腐坏。该赢了，主要他生命帖子，这是十滴吗？然后这是十六，然后这是超过，等一下哦，想一下。Oh my god， 这样一定够。瘟疫和腐坏，我会为你死。其他的那个就只剩下十个英雄，五个英雄能力了。反正沉默好强哦，沉默比我想象中还要再强蛮多的，直接爆啦、啊！看你不爽很久了。他现在他出这张让他离那个第七期又更远了，我好像快要赢了，这十三连场攻解毒。啊，他这样十四滴哦。啊。不过其实我有准备啊，因为我留这张。好，这样我可以再爆他一张牌，再爆他一张好了。
你赢了，厉害！这边有软泥，我们这还是可以下。然后亲手排击还蛮困难的。Eagles。对，他如果有的话，他可能已经没有了。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然后十颗水晶。Okay。爆一张啊！这样其实伤害变蛮，突发变蛮低的，我们要靠手下来赢啊。可以吗？硬币，如果说这个拿到两费打五的话，我们可以蓝龙硬币两费打五就变成是十费，然后再加这个，这样就是16点爆发。嗯，想不到还有16点爆发吧？看这样子乱，这样加妖术好吗？哎呀，不会爆牌，对不对？对，不会爆牌。OK。这样是超过15。这样也可能还不错。当然希望这个可以活过两轮啊，不过这活过两轮几率应该挺低的。但它还是一个。八七，我想想，应该要喷下去。我带来生命的希望。
放进来七 D， 对、啊、还有还会溢出五 D。他应该要丢治疗之语吧？要本似乎很完美。加一哦，不对，刚刚好。